新的妈妈先到我家，哦，陆爷爷哈，先到我这边去。这我边去是咧讲什么人呢？就是咧讲这五个，啊，这家家婿啦吼，一个叫做摩诃家婿，啊，一个叫释光家婿啦吼，哦，啊，一个叫做啊，这个叫啊，这个叫啊，这个我边去啦吼，啊，处处啊，这个。新到这五家社啦，五家社，五家社叫大家社吼，啊，叫大家社。另外，这个五家社里面有一个十五家社，啊都有三家社吼，啊，但是这三家社就是叫牛肉皮，加纳纳皮，哦，啊，本来加纳纳皮，哦，啊，这加迄个，加鹅，哦，这两个，哦，纳皮，我印象没有一样吼，啊，就是个故事。因为当时 European 哦，这 European 啊 ，European 的。